接着我们就用超人 Zero 来实战十风王了 ，Go！ 对，还有北欧也是哈，北欧也是那个八星的，可是啊对，可以搭北欧，哦，搭北欧好像好一点，但是搭双子是更好，双子那个倍率比较浮夸一点。好，这里我们先洗个技能，然后哦顺便。洗一下那个好了，顺便挤一下双子的戒王倍率好了。噔噔噔噔噔噔。哎，停！他把我心都听掉了，过分。对啊 ，Zero 其实很容易十康以上，随便转转都有十康，两下死掉了啦！怎么那么脆弱啊？我的天哪、啊，太脆弱了吧！好吧，只好直接带走了，这个没有救了。皮诺可就直接电死啊！哦，这天降有 feel， 太有 feel 了吧？这天降是不是刚改版都会比较浮夸的天降啊？单张千万欸，好扯！接下来我们来到了第三关，第三关这边他直接把我心都给转掉，超过分的，可恶！只好这样了。哦，心珠给他敲掉。嗯，双子跳起来，好。这里我觉得我开个龙科好了，不然受不了了。哟。啊！糟糕，但是应该有减伤，应该挡不下来。好，没事。好，哇，接下来就要挂了。好，再来就哦，这个版面可以直接来转。可以，完美。哇，天降，可以带走。如果可以破十封的话，那这对算是超人系列第一个破十封的十封王，其他奖真的太少，没办法过。要不要十抽看看科兹封印下？科兹封印下有什么东西？哇，破亿！好，这边高康盾这队就没问题嘛，就是削多一点四颗。直接打就好了。这个伤害，哇！这个天降有够扯哎，太浮夸。好，他现在还在冷冻，所以就这样。有玩传说吗？没有。传说，我玩应该都被别人电吧。神魔可以电人，但传说就会被电。发现他们都这个大奖是不是有神秘的天降啊？消一消都随便都十康以上哎！天哪，这天降真是坏掉了。哎，斜转，好，完美。哎、欸，你看这天降是不是坏掉？他听起来就很奇妙，有一些三颗连着的，完全搞不懂为什么，但是好猛哦！第一天改版总是会有不一样的东西耶，这个天降坏掉了啦。你看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他真的有神秘的加成哎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开爆发了，随便开一个。起来！啊，没转好，七，哦，你看，我这天降，随便乱成都很奇怪的天降，过啦！接着我们要第四关，这里其实靠双子一个人平衡就好了，剩下的我们处理好关卡的盾牌就没问题。Zero 感觉真的不错，对啊。
感觉是可以的，偏稳定的队伍。哇，哎、欸，不这样的破亿，太扯了吧！天哪、啊，浮夸。好，这里睡觉盾，我们直接开这个。像这种有 G 八浮石，我们直接开这个就可以不用转珠啊，至少它会给你一个保底的版面。只是我的运气好吗？我也觉得我运气。你看这个天枪，那三颗放在你上面，太扯了吧！到底是怎么达到这种境界的？第六关，在第八关之前，我们要先变身一下，两个都要变身。我看看，对，都变身好了，直接变起来。好，直接突破27000，没问题。在这里的话，武康。哇、哦，天降煞气！哇，天降真的坏了啦！此为震慑吗？真的假的？是正常设定？这么扯淡的天降是正常设定？好，来我们开个爆发之类的，看看我要开什么好。这个好吧，然后加这个。八重破坏光线，来破坏一下好了，破坏光线，然后这个等下再开好了，好。感觉隐藏天降无数，对，我有时候那种打起来感觉就很夸张哎，那乱天降一通，哇、哦，这个伤害也很扯，我们那个单张直接单开单技直接破亿了，啊、这边回满血的，到下一关应该没有问题。我天降为什么有神秘的三颗连在一起啦？好几场都这样了耶，这是队伍技能吗？应该不是吧？没有这种队伍技能的。好，接下来也是考验我的手转，被打一下，剩下300多了。好，站起来可以。哦，这个回血其实算是中间了，只能说中间值，但比上古诸神好很多吧。好，来了，洗个技能。哎、欸，我有35强化哎、欸，我差一个火属，就有那个35强化。哦，烧个火属光珠给它绿掉，应该没问题。好。三鼠强化猪，火猪太扯啦、啊！有这样的，还有这种玩法、啊，天哪、啊，太扯啦、啊！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呢，我的天哪、啊！好，这是那我们还是开个这个好了，来拼一下版，拼一下。不敢相信自己眼睛啊！有火柱了啦，真气死我了。然后暗珠什么不能消，对不对？暗珠跟光珠不能手消掉，那我们可以叠珠一下。好，有啊，非常棒，好不好？打起来，完美，打过去应该没问题吧？耶、yeah! ，过去了，爽！到王冠，啊不，第九关。欸、我觉得王冠才是最麻烦的，王冠有一关需要磨技能，然后要考验队伍的回复能力，但这队伍回复力有点弱哎、欸。我最怕那一关，其他都还好。哦，伤害很多，好，没问题，过啦，王冠很顺利。咻咻咻！看这天降感觉很像震慑的感觉，对啊。都被他搞混了。
这边我们靠减伤挡，只要消到光水跟暗，我们就可以减伤，所以这边其实不用害怕骷髅头啊。ORB 强吗 ？ORB 强啊，蛮强的。这样子，好，把新珠留下来。王二打三万，王二打25000啊，所以王二回得回来。好，没有问题，这边慢慢回血，温馨。我们来看看回两组新珠回那个回多少好了，好不好？两组星，听到三组星，三组回三万，好，所以两组大概回2万，两组2万的话，那应该有机会。哦，好，转速时间减少，让我有点不爽。ORB 打十风云觉得有点难欸，应该差不多配置吧。好，我们等下来用 ORB 打十风也是可以。好，这里的话转租时间，嘿，好，一组星两组星的天降，天降的12 combo 回了27000，所以大概都普遍要两组星才有100%确定可以回得回来。那我们消一组五颗星试试看好了，好不好？来看一下这个回血能力，五颗星珠哦，天降到了9 combo， 回了16000，有点惨的回复率。好，那在这里我们开个爆发，八重破坏。其实开单招这个就很扯啊，这个伤害就很扯。好，直接打起来。转直行也不错，然后转横行也不错，也会有天降哦。你看，为什么会有天降水跟木啊？火跟木啊？那是不是隐藏队伍技能？每回都有天降哎，可是他队伍技能里面完全没写啊。我们给大家看一下，哇，单中千万很扯，4亿的伤害，这队很可以。我们来看，这边可以看到队伍特性，你看。队伍技能，只有两秒转珠，然后水暗互相兼具。等一下，还没看完啦。好，那这边会天降，然后无视燃烧。你看他没有说天降会天降火跟木珠啊，然后队长技能也没写，所以到底是哪边出了问题啊？奇怪，隐藏队友是不是有什么隐藏技能没有写到，没有放在叙述栏里面？我每回合都会有那种神秘的天降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好，来回个血，开心，开心回血，乱将一通，这是他的特性，可是没有血的特性，这是一个潜规则吗？降的还蛮厉害的，这个天降，哎呦，好，昨天官方有说有这个设定哦，真的吗？所以官方也知道啊。可是他没有写在里面欸，所以这个设定是哪边来的？哎呦，好，血转，咦，太棒了！所以这对回血其实只要准备两组星珠没问题的，回满血是完全没有问题。一组星就比较麻烦，可能回不太回来。哇，这边有两组星，但是手转要好一点。有，可以，两组星，我们来看看，你看，神秘的天降，奇怪，两组星回得到3万，可以，然后再回一次，哦、我那边直接开九风，最好排应该是长这样吧，四颗先排好。然后再排上面这旁边也可以排，好，你看那个火跟木为什么好像都有天降，额外天降的一个感觉，我不知道，这种感觉说不上来，就是你有玩过你就会知道，
哦，那都会神秘的帮你有一些天降在里面，蛮奇特的这一对。哇、哦，这野猪可以！你看这天降火猪跟木猪是不是有天降？是不是有奇怪的天降加成？是吧是吧？这感觉真的很奇妙啊！啊，双子再开起来！哎，这对活下来也不是问题哎。面对这种两万五的 CDE 的敌人，对不对？你只要新猪持续有两组以上，活下来不是问题，还是可以。这对很棒，整个感觉生存能力会。蛮可以的，好，接下来我们就开极限爆发了。哇，这刚好帮我压血，人怎么那么好？那我们这边就直接开爆发，都开都开，全部都开下去。哦，版面好好，我、哦、可以挤掉技能呢，好爽！喂，最极限的爆发来喽！那我们这边就直接来打，好，暗珠、水珠、木珠。就这样呵呵，可以，不要消心智就可以了。来吧，这对极限爆发打起来，天降二十 combo， 来看一下极限的伤害，应该也是蛮可观的，我觉得。三万的龙科分数，看一下极限爆发全开，好夸张！等一下，这打多少？这打多少？100亿还是几亿？总而言之，我们打过了，这是打十分完全没问题哎，有没有？很可以，很可以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而且这队还可以挤掉技能。哦，可是这对缺点就是屁股好大哦，100亿哦，好扯哦，这伤害好恶心哦。好，那在这里的话，我们这边这队有那个无视燃烧跟粘着，好，这边有燃烧，我们直接试试看是不是无视燃烧，哎，厉害吧？我刚原本想说要讲一个想不到吧，但是好像大家都想得到。各位观众，100亿啊！天哪，怎么那么恶心啊？这一对不是燃烧就算了，接下来下一个盾牌是什么？你们知道吗？粘着腐蚀，哎，不对，下一个才是，这是黑白。好，那我们直接进入到下一个，下一个腐蚀，我们这边先不消14颗。哎、欸，等下小岛的，不好意思，他下一个就是粘着啦。我原本想要试试看粘着会怎样的，他无视粘着，对，可是我们很可惜没有办法看到那一块。好，哎、欸，可以可以过十封哎 ，Zero 是不是猛？可以可以可以，还是，但是这种要过这种高血量的关卡，就是你的主法要很特别，那个屁股可能要大一点，但是整个伤害跟回复都是可以通关的，这没有问题。好，啊，我们就顺利通关这个十封王的考验啦，然后伤害及格吧，100亿耶，这应该及格喽。好。以上就是这个 Zero 打十风王的一个过程。